很多的人你会发现说，你睡得越久你越累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把窗户关起来，所以二氧化碳是一直升高的，它会造成你的脑神经，其实你会变成你思考的东西会钝化，你身体容易发炎，这个都是癌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。52岁的时候得了甲状腺癌，而且是第三期跨第四期。当时我已经觉得说，如果生命给我再给我10年，我应该做什么？我应该把一个我这一辈子做的有意义的事情把它呈现出来。我们有联动空气清净机、全热交换机、新风机、除湿机，那这些设备就要看你在哪个场域在用。比如说你住高雄，你的环境可能是 PM 的问题，可是如果你住在内湖或者基隆，你是湿度的问题，那它的改善方案就不一样。我们今年展出的还是以室内啊，就是无毒无味不过敏健康的涂料为主。那在户外的部分，我们有新推出一支是降温的涂料，我们比树脂乳胶漆的室内温度可以低到10度，那有可以友善地球节能减碳。就像我们今年推出的这个调色盘系列，它就是有5个颜色，然后3种不同的素材，所以你只要在居家空间里面，你只要选择一个颜色，它有不同的素材可以去表现它。我们今年主打的就是我们叫它软性的指滑，意思就是说它其实摸起来不会非常的粗糙，但是它有绝对的指滑效果。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优势。